重油慢而快，快点，出力点，再出力点，再快点。如果说政治走到最后没有办法赢的话，这个政治我们走到很苦，到最后很多资源我们都会失去，甚至我们会失去的一些基本的尊重。我们来自全国各地的干部领导呢，必须要加把劲，更加的努力。我们应该在党内呢，让更多不同的声音呢，可以并容。我们应该呢，听取不同的意见。其实马华国会非常多的历史资产、历史资源，非常非常多，可以反驳他们的。作为一个党员，我们要做的东西是什么东西呢？就是我们眼前能够做的东西，我们把它做好。只有达到社会公正，你才能够真正的使到一个国家长治久安。如果你制定的法令不符合宪法，那么人民可以去司法那边挑战。在一起，马华、吴统、国大党怎样来继续的以过去的这种分享政权的精神，继续来分享这个国家的资源，继续推动国家的发展。